自上周萧煌奇感人献唱《我是歌手三》，所有唱将悉数登场。小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此实验报告，揭秘男女长少斗二冷萌各个歌手的隐藏属性。她是口直心更直的大姐，你胆儿够大的，你不好唱死你小子。你来时候咋不跟我汇报一下呢？别跟我整景啊，一会儿到我房间来，臭小子。但韩红 Onesan 还具有 2.5 次元的属性，爱送礼，甜汤，我给您送完汤，衣物，看啥吧。哎呀，我妹妹喜欢穿呐，说这个姑姑送的东西真叫一个可爱。还写歌，在我是歌手认识的姑娘，她的名字叫楚小艺。有金客串有四次元口袋的哆啦 A 梦，不惧洪涛 BOSS 犀利豪爽，他就是我打你了。偶尔变身真相帝柯南，更有甚者他还玩起了养成游戏。你们觉得我收他做儿子行吗？对象韩红，隐藏属性 2.5 次元，他是歌手也是主持人，但鲜为人知的他还是个武林高手。这魔鬼的步伐，这步伐的特效，一步两步摩擦摩擦，难过的舞蹈华丽丽又充满魔性。对象孙楠，隐藏属性热舞狂魔。自从陈洁仪遗憾惜败，多少人捶胸顿足，只因陈洁仪的人妻气质男女通杀，连粉丝们都受到感召，自发组成陈洁仪太太团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。陈洁仪，我们突围赛再见喽！对象陈洁仪，隐藏属性优雅人妻。女神，女神！每次张靓颖的服装造型都惊艳四座，各种大牌，各种高级定制，各种高大上。只是女神，咱能把二货气质稍微收敛一下吗？对象张靓颖，隐藏属性国际二货张。虽已经是几岁孩子的妈妈，但阿令却依旧满怀少女心。耶耶耶！我们今天要带的是 hiphop 歌曲 Yo， 你要的是什么歌呢？要他说 Yo， 原住民舞蹈呆萌突破天际，日常卖萌搞笑也不在话下。原本呢只是会让你听到就是心痛，但是听到了这个环绕式的音响之后呢，你马上就到了新的生活。阿令老公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。对象黄丽玲，隐藏属性无限少女力。好啦，今天的报告就做到这里，一直后事如何关注芒果 TV 综艺频道，且看下回分解。